幸福相随。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哦。大家有没有很期待今天我们的吉安乡公所的钢铁团队要带来什么样的好讯息呢？先跟大家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就是我们的铁人乡长游淑珍游乡长。是，与会好，各位观众好朋友大家好。那中间这位呢，大家哦也是非常熟悉的，大小朋友都很喜欢哦，因为到图书馆看书都会遇到他，我们的乡立图书馆的馆长，我们的杨惠美杨馆长，馆长好。大家好。好，那在右手边这位更不得了，我从小就看着您，到现在还是这么尊敬的一位校长，我们的许燕燕校长，校长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其实大家会想说，哎，要燕燕校长今天怎么会来？为什么会来呢？当然是要跟大家分享。我是祖母啊。啊，对，是祖母，对，哦，对，马上就破梗了，就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了啊，哦。好，相信大家刚过完了从五月的母亲节、八月八八节，然后还有农历的七夕情人节，大家知道吗？八月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叫做什么呢？我们请乡长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年夏天，欢迎大家来到幸福吉安，夏日祖孙缤纷乐，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祖父母来跟我们的大小朋友一起来欢度今年的祖父母节。我相信今年的祖父母节会非常的精彩。当然我们已经面临了老龄化的时代跟社会，从吉安乡整个人口数有超过17000人，是65岁以上的长辈，所以我相信这个爷爷奶奶都在其中，也让我们到位的在吉安是一个适性宜居、退休安养最好的乡镇，所以今年吉安乡要带来很不一样的夏日的精彩，有祖父母的一个欢笑声、孩子的成长的喜悦、跟家人团聚的欢乐在吉安，所以这样的一个活动值得大家来期待。是，所以刚刚乡长就是跟大家报告，在八月份哦，这是国家定的嘛，哦，教育部定的，对，100年，我们教育部定了8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天，就是我们的祖父母节。对，所以大家你们每天都记得过父亲节、母亲节、儿童节、情人节，大家记得我们家里还有宝贝，我们的阿公阿嬷，他们也有祖父母节哦，就是在每年的8月的第四个礼拜天。对哦，那我们吉安乡公所更不得了了，我们乡长总是充满了创意巧思，跟希望营造这个幸福的生活氛围哦，所以我们的祖父母节吉安乡更不一样了。是，今年的创意发想会是什么？是，我想啊，大家第一个，年轻人各司其职，各行各业非常忙碌。这爷爷奶奶过去哦，我们都有一个歇俚语叫做“家老三好啊，够处好，带囡仔好，当笨手家斗笨手上好”。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口号，我们应该我们要活出自己的精彩，活出自己的快乐。但是在工商发达的社会里面，很多的小孩忘记了爸爸妈妈喽。我们希望透过了这个祖父母节，来办理这样的精彩活动，非常多元、非常精彩的活动，带来的是家庭的和乐，社会的一个祥和以外，我们也要推展出让社区的照护安养，让我们社会的关注，也让我们的老人跟我们的银发的好朋友都能够享有社会的照顾、社区的安养，还有家人的一个温馨跟温情。当然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个祖父母节的理想跟我们的定调以外，我们更要带来的是社会教育的推广，所以在这一次里面，我们总共聚精了有资源回收，然后呢可以换好礼以外，让祖父母每天在家里哦，这个要分类啊，跟孩子讲、孙子讲哦，这个电池可以换礼物哦。所以这一次我们把资源回收可以带到现场，让孩子们可以更换、兑换我们的这个二手的玩具，很棒的玩具，还有图书，还有很多很多地方产业的一些精彩以外，闯关活动，待会我们的这个馆长会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从生活的教育里面做好了环保，做好了节省跟我们节约和
珍惜爱惜食物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还有让我们珍惜所拥有的，让我们的这个家庭的一个情感的发展，还有最重要的是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家人，不管您是左右邻居，或者是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亲情，或者是我们社区长者的教养，或者是隔代教养，或者是我们只是一个照护者，我们都希望大家在今年的8月24号的这一天走出来，到我们的 Hello 公园跟大家 say hello， 里面有很多的精彩以外，最重要的还会有电影，我们的这个非常棒的星光电影院也会呈现在这里。这一年的多元多彩桌姿是值得大家一起来共赏来期待的。是我们的乡长哦，就是希望哦能够把全家人凝聚在一起，那更好就是左右邻居一起来。对、我们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非常的友好友善。那希望透过这样的祖父母节的节日，我们要能够感恩我们的祖父母，那也希望能够拉近亲子关系。那我们在很棒的 Hello 公园，我们今年的主题很好听哎，幸福吉安祖孙夏日缤纷乐，听起来就好欢乐。我今天如果是阿嬷，我也很开心哦。好，那赶快我们要请我们的馆长跟大家说明，那我们今年有哪些的活动内容呢？好的，那我们这边图书馆这边，我们就是各课室做整合。那我们从8月24号的下午3点半到晚上8点半，就是一系列的活动。那进来就是有所谓的市集，那还有闯关活动。闯关活动就是阿公阿嬷可以一起来，还有我们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叫做拍立得，全家人也可以一起来拍 哦，真的就这样子，然后马上就看得出来说你现在的那一刹那的感动，可以跟阿公阿嬷一起来。然后我们也热情的邀请了很配合我们的文化局的行动书车，行动书车办证哦，还可以领到好棒好棒的礼物哦，可以在这么样一个夏日，在斜阳的时候有一些不错的书可以看。当然刚刚我们乡长也讲到说，好书好的杂志有所谓的铜板价，它可以用你的5块钱可以让我们的书可以再延续它的生命，所谓的永续，其实这就是其中一点。其实大家每天都在做永续哦，像资源回收啊，像电池啊，还有呢大家都会带水杯来，就是那天一定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大家就带自己满满的水，然后呢牵着阿公阿嬷的手，当然还要带地垫，因为地垫呢我们就可以坐在我们的那个吹球场上去看我们的夏日星光电影院。其实夏日星光电影院很多年了，乡长是说对这次祖父母节可以跟他一起来哦，然后阿公阿嬷会觉得说电影对，回复到我小时候的那种文字电影院的感觉，然后自己带自己的椅子，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限量的爆米花，好期待。对，当然市集一定是要有的，那我们也会去做一个有吃的、有喝的，当然也会有手作。一定是一定要这么做的。 OK， 谢谢。是，所以其实当天的活动是非常适合亲子一起来，小朋友到阿公阿嬷都非常欢迎的。那我们刚刚一开始是说祖父母节是在8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天，可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8月24号，是礼拜六。跟大家讲一下，礼拜六8月24号的下午3点半到8点半。为什么礼拜六呢？因为礼拜天祖父母节那一天一定要陪阿公阿嬷吃大餐，我是这么设定的啦。在祖父母节当日，我们在家里陪阿公阿嬷，可是前一天呢可以带阿公阿嬷出来走走哦，我们全家一起来玩。刚刚说地点就在 Hello 公园，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 脸书，我们的海报都出来了，上面有哪些好玩的，你要准备什么东西都会写得很清楚哦。那重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去，全家人把阿公阿嬷带出去。阿公阿嬷很可爱耶，想到阿公阿嬷很可爱这一部分就要看到我们的燕子校长了。校长很可爱，他说我也是阿嬷。我是阿嬷。对，燕子校长，你现在是你的职称好多哦，我只知道你是我永远心目中的校长，可是我知道您现在也是妇女经贸协会的理事长，对，而且还是我们乐林大学的讲师，对哦，所以您不止自己晋升为阿嬷，你平常的生活周遭也都是跟很多的银发族的好朋友们在一起相处，对不对？对，因为其实我想各位观众都知道，因为刚才校长特别提到我们现在大概114年以后，
大概在每十个人里面大概就有六个以上的都是老人。哦，这么多，都65岁了。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老人的一些的照顾，尤其是老人的一些的教育很重要。嗯哼，那我这几年来其实一直在乐联大学里面把老人集合起来，然后给他们做很多的教育。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他们就找到了他们的快乐的一些的来源，然后自己也很快乐。那我觉得这次香港特别提到这个祖父母节，其实对我来讲非常的诱惑，因为他们现在是放暑假，乐龄大学跟一般学校上课一样，也是每个月每一个学期大概四个月以后就放寒假放暑假，所以他们现在是放假。可是呢，我相信提到这个祖父母节让我很兴奋，因为我准备要回去以后在我的群组里面就号召我有120同学们来参加。对对对，我一个学期有124个学员。哇哦，对，很大班，因为我有个两班嘛，所以这些人呢，我就希望他们那天都去参加吉安乡的这个祖父母节。这样所长这样可以吧？可以可以，大力支持，感谢。是，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有孙子，这一些热脸的大部分都有孙子，然后他们的孙子他们都觉得很幸福，然后也有孙子已经很大的都有，好，那但是也有一些小小的孙子这样子。我相信有这个的活动对我们的学员来讲真的是一个同学会的好机会。哎，开同学会哦。对，到我们的 Hello 公园来开同学会，而且每个人都是祖父母级，对，都是当天的贵宾，对，最重要的哦。所以校长您觉得其实不要说老人家，就是我们的长辈们哦，这银发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其实生活当中会比较需要的点会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年纪都有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刷存在感。哦，哎、你的用词好时髦哦。啊，真的吗？真的耶，好时髦。因为我们大概当你小时候的时候你很可爱嘛，所以人家都喜欢，那你念书啊什么什么大概都成绩在比较嘛，可是到年纪大的时候大概都给我 touch 边啊。很多老人家其实蛮寂寞的。那我觉得乡长真的很贴心哦，能够想到这个祖父母节，把这些老人家能够替用这个节日大家一起出来。那我也觉得我在办乐龄大学的时候，我的感受从我刚开始在台湾观光学院办的时候就有20几个学员，到我现在124个学员，可见他的成长。那么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一点，就是说哎，我们要走出来要交朋友，我们要散尽一些，我们要真的在这个社会上来讲要找一些的社会的一些的存在感。是，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学习是很重要的。所以像尤其这次的，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办理里面有很多永续经营的项目，这也是我未来乐龄大学在做的课程上的规划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可以一起参与。所以要号召你的同学们通通都来。对，把他们全家都招过来，我们的哈乐公园会不会挤不下？对，刚才提到其实每次我们的铁人乡长推出的活动它都不是单一项目，它都是大融合，而且跨科室，跨单位跨领域，那跨年龄跨性别，哇，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乡长在这一部分是不是你觉得就是希望办每一次的活动把所有的层级各个层面大家都能够凝聚在一起？是，祖父母节我们是邀请所有的亲子来到我们现场，同时也让我们社区的好朋友也当作是亲人一起来。那也许不是真的祖父母或者是这个祖孙哦，但是我们相信哦，刚刚讲的那个假老五杀后现在的新三好，一定要跟大家讲，第一个快乐上好，第二健康上好，第三七头上盖好，所以大家大大小小来到我们的 Hello 广场，我相信里面的精彩一定会给大家满满的喜悦，而且啊，有些阿公阿嬷不一定很老哦，真的，对对对，四五十岁年纪的少年嘛，或者是他已经六七十岁，但是看起来呢还是二三十岁的样子的阿公阿嬷也很多。那我相信也有呢小朋友自己来的，来现场找阿公阿嬷可以一起玩的，我相信这就是社会学习的教育跟养成。所以我们从小就奠定了敬老尊重老大人跟我们爱护我们的家人，我相信这是我们活动最主要的精髓。而且透过了活动之后，
我们在活动中闯关，我们会学习等待，会学习克服困难，会学习来我们争取我们所有自己拥有的能力。那也在共同欣赏的时候，从星光电影院、文子电影院，我们共同的来看看我们电影的养成里面做了些什么。然后最感动的是，过去我们的资源回收大概都是环保志工队啊、阿公阿嬷在做，可是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吸收的育成之后，我们的孩子小小孩就懂得说，哦，电池不能乱丢哦，因为它会破坏土壤，所以当他拿了电池来换了他心爱的小玩具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之后，从此之后我相信他就学会了我们会资源回收，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分享。尤其是我觉得铜板价的图书，每年我们的图书馆都会淘汰，都会更换很多的书籍，但是因为它可能缺一册缺三册，当它不是很完整的时候，我们要谈太旧换新，可是把它当成资源回收太可惜了。当我们的孩子愿意用一块钱、用五块钱来买一本书回家的时候，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学习阅读跟舍得之间的这样的教育育成就得到了。那他下一次可能会去学校再跟人家来做互动的分享，就像我们的二手这一次的玩具来做分享。那二手玩具这一次也是在我们上一次的活动里面来作为大家交流分享取得的二手玩具，我们经过了整理，经过了消毒，它跟新的一样，当它只被玩过一次两次，可以再创它的价值，再分享给其他的小朋友来共享。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资源再利用，地球能够生生不息一个很重要的环块。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节目非常的精彩，我很想再跟大家介绍一遍，因为我们的网站上面有很清楚的介绍，不管是图书馆或者是我们的文官所、我们的客家所、吉安乡的网站，都可以得到很精彩的这个选项。以外，我们真的要再一次呼吁我们的乡亲好朋友，绝对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爆米花是用送的，但是限量我们只要有带地垫来做野餐的，我们还会送闯关卡。当我们的闯关卡闯关完以后，有很精美的礼物要送给大家。我们有好吃好玩的摊位，你可以花钱来做分享，你也可以带资源回收来换好礼，最重要的享受一下这个很精彩的星光电影院到底要放什么电影呢？我们秘密让大家去找哦。精彩的电影院就在我们当下的 Hello 广场，所以我们 Hello 一起来。所以我们的电影院的片名是秘密，对，对，我就在看资料，奇怪要看什么电影，原来这是我们的惊喜，对，最后的压轴惊喜，到现场你才知道，绝对是好看的哦。那所以我要请那个馆长赶快再提醒大家，在8月24号下午3点半，我们要去哈罗公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建议大家基本要带？一定要带水杯，因为我们在讲所谓的永续的部分。那再来就是一定要带毛巾哈，因为会流汗，很多小孩子会想进去我们图书馆，那他满头大汗的时候，我们希望他的身体是健康的，所以要把汗水擦干净。还有阿公阿嬷也是，因为这样子很多，其实在我们的阅览区，阿公阿嬷都会来，也欢迎大家真的可以无偿的去使用我们那样很棒的公共空间。再来就是当然爆米花，刚刚乡长说了，它是限量的，一定要看到我们的电影才有。是看电影才是爆米花嘛？对啦，对，很重要的。对，所以想吃爆米花，想看好看的电影，一定要到现场去。对，我们就8月24号礼拜六下午3点半，我们就一整个下午到晚上时间，我们就留在哈罗公园。对。那如果你有一些要回收物要
要交换礼物啊，要记得带着。对啊，那刚刚讲的水杯啊、毛巾啊、地垫之外啊，如果你想要去换礼物的话，还是玩具、书本啊，带个铜板。刚刚有说铜板可以买二手书，对啊，可以把你的零用钱小猪工掏一点点出来，对 对, 對, 對啊，去五块钱、一块钱、十块钱可以买好书回家哦、啊。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全家一起来啊。我们的燕子校长刚刚很像很想要补充一下，你要我很想问说有没有要卖票啊？卖票？你说电影票吗？就是不是他进去里面都不要票，都不用票，开什么玩笑？然后第二个，看电影要不要票？不用，也不用票。对，哇，太好了，太好了。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个书。对，因为我家媳妇很爱看书，所以养成我的孙子也很爱看书哦，超棒的。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拿铜板去换书，真的哦。你看看，不愧是阿嬷会想到的问题，爱杯票不？阿嬷是很实际的哦。对对对，跟大家报告，我们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开放空间。我们的 Hello 公园呢，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不管你是不是吉安乡民都没有问题。你从外地特别赶回来花莲也欢迎，哦，通通一起来。哦，到我们8月24号到我们的哈勒公园来参加我们吉安乡的，好好听哦，幸福吉安祖孙夏日缤纷乐，非常快乐的祖父母节的活动哦。乡长来做个结语吧。对，我来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哦。我现在讲的是阿嬷阿公最喜欢的，因为我们也要用铜板价来卖二手家具哦。家具也有，所以阿公阿嬷喜欢坐的小椅子啊，或者是家里面的小面子盒。我们在这里都有我们清洁队哦，的二手家具在这里同时的做义卖。最重要的，这个活动是动静皆宜，所以不只是小小孩、大朋友、老朋友、小朋友、年轻的好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呢，是欢迎大家大手牵小手，大家一起来。其中的这个创意精彩，是值得大家来一起探索，用讲都就都讲不完，所以这是欢迎大家一起亲身来体验。是的，我们的海报在荧幕上看到了，欢迎大家8月24号下午3点半，我们能够牵着阿公阿嬷，带着爸爸妈妈哦，还有小小孩，我们全部的人一起来到我们的哈罗公园，来过一个快乐的一个周六的午后。哦，周六哦，好，那今天很感谢我们的三位来宾，我们的吉安乡的钢铁团队加一个厉害的校长，奶奶校长、阿嬷校长、阿嬷校长、阿嬷校长哦，还有一个阿嬷校长一起来，然后跟大家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吉安乡的祖父母节的活动了，大家记得 Hello 公园见了，要吃爆米花一定要到哦，谢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了，谢谢，拜拜。